个来安排，管你当初不应该。人生应该为将来提出勇气来，站当正是迎风走天涯。爱情藏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摆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上非是杀人之料，什么人动手动脚，三人一定大开杀戒哦！修道人不敌人命重生，砍杀生性，终受天谴。好，我卖在此地杀人，但是这个人必须交付我，叫三尊将伊献乎你，那岂不是送伊入死城咯？对，那三尊你哪里讲吼？那上该对了。如果那是将我交予这个歪道者，我一定去予碎尸万段。你一定要知影呢，这个歪道好，那是我无站在啦哈。想要拍死我的碗贴的这个红铜线，要变来害死济公的魂魄，袂当复原啦。定我个，现在回头也来得及无？回头，哈哈哈！回头就是得。是得不可饶啊！电王王独占三尊，各镇时空，将对将，黄昏变色，机则机，如果不攻。三尊目睭白金，这是你逼我。丁五角，你想要施出最凶险的罗汉如意掌吗？罗汉如意掌虽然厉害，但是三尊也不是凡凡之辈哦。此时三尊摆开天地人提下顶，上面的丁五角。也不敢大出手了。哼，三尊这条小，我定我以后会来清算。过时。哇，这两三事惊到无代志。天尊，定我个何故不出手呢？定我个不是普通人物。伊乃是先天的角色，无百分之百的胜算，伊是无随便出手啊！这就是天鸟相忌，人惊人，贼惊贼。你这粒暗光，顶处带两个怪婆来这个所在惹麻烦，今天又再度告董魂风老师。哎呀，地尊，你唔通生气，系我嘛是不得已。论真应该将你拿起来赶紧降服他。哎呀哈，唔通，我那是入这个降魔塔，一定去和遐仙魔、带个妖魔哇哇的锐死咯。何况这个降魔塔是咧禁制十恶不赦，为非最歹妖魔，要我这个暗功夫将来唔捌害过一条个人命，若要送入降魔塔，这个资格嘛也不够。哎，三尊，我讲安尼对唔对？哼，暗功夫，我问你。
就我甲为怎样要杀你呢？讲起来是一言难尽。一个济公禅师利用暗中仙的身躯，执伊的骨头壳，想要恢复肉体。可是这个定王甲不能善罢甘休，叫我无论怎样，一定要带去找这个通天腿。是通天腿？是啊，我甲这个暗中仙上界惊，就是这个通天腿。只要被通天腿打到，那是粉身碎骨。因此，定王甲才要找通天腿打碎暗中仙的身躯，来迫害济公禅师复原。正讲的咯。那你知影通天腿在什么所在吗？其实我嘛是唔知，也我得用计带这个定王甲到这个对仙崖，假意讲要找这个通天腿，然后想要甲害好死。谁知影？哎呀，这个排青是恶死，定王甲对崖之后，也被一只一杯怪兽救走了。哦，一杯怪兽？是啊。怪兽什么模样？你有看清楚吗？迄个时阵。我真紧张，也看无啥物清楚。不过好像是鸟头，也尾也身呐。是八魔再来。哈，八魔再来啊！是八魔排行第八，混沌妖魁。混沌妖魁乃是千年阴魔所化，阴魔一名叫闪电魔，在暗时会吐出闪电，非常的可怕。一八魔敢是被恁监禁在这个降魔台内底，被多出两名咯。一另外迄个是叫做三魔，另外迄名就是辟暗魔精。辟暗魔精乃是千年辟的高手化，在八魔排行第七。排行第七，辟暗魔精。哎、欸，三尊啊，也这个八魔叫走两名，走出这个降魔台，恁三个为啥样唔去甲抓回来？降魔台内面尚有六魔，如果再被逃脱，那岂不是反为不妙？因此三尊不敢离开洞魂峰啊。那这个天下间有什么人有办法抓回这个辟暗魔精甲这个混沌妖魁？这我就唔知咯，那要看天数。暗光佛，此地你不能再久留咯。好啦，反正你若无咧生韭菜。有我一卡暗光，你这个所在嘛是定的。好，我来去了。多谢三尊也救我一命，以后我暗光佛一定来报答您。不用报答，愿你行上正道去吧。好，再见啦。两袖动魂风。一红魂都灭了。祭红魂妖魂精，对上离魂脱皮。红魂要猛进，刀剑虽然又快又准，可是气中离魂脱壁，毫无作用。要猛进，眼见一时无法制服离魂脱壁，暗时祭红魂，来日再见喽。哼，为何临阵退却呢？不能出现再见者，此乃匹夫之勇啊！离魂脱魄，宛如活死人，道德之后迅速复活，真是使人想无啊！一记突破千丁力，好，听我煽动，
你认识我的手下，听我三动，听我三动是你的手下，人哟，那你就是小天官，就是，想未到小天官三字，真紧就让人熟悉了。小天官，方才你所说，一语道破千叮咛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关系灵魂脱皮，为何倒地死亡？有灵神说服我之谜哦。灵魂脱皮，为何有这种的功体呢？灵魂脱皮，可算是两句形式。所谓形式者，就是可以与活人同样行动的实体，也可算是经过创造的实体。创造灵魂脱皮的人，乃是小西天的教主定五岳。定五岳利用两具尸体浸在黑土之中，经过64天，尸体和我就成了不死之人。虽是不死之人，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对付。小天官，到底是什么方法？只要让灵魂脱皮离开地面，刺上一刀，伊体内污秽那是老尽，就成为真正的死人了。为怎样爱使灵魂脱皮离开地面？我所讲也无够清楚吗？你是聪明人啊！我明白，灵魂脱皮，独地吸着吐气，就可以马上复活。哈哈哈哈，可是反应真紧。小天官，咱素来无交情，为怎样你要帮助阮打击小西天的士气？公中计谋，真中士气，故事录。看来小天官好事不是瞎搞，幼稚，敌人敌面不敌心，就亲像你，表面冷酷，内心却是多情。哼，啰嗦。季红坤，稍等我。三人赶紧走，压力呢？压力呢？卖啰嗦了，
给恁三个就是低下半手，赶紧走啊！哎，老不是你死期将近，老汉我见过了，死也无剩什么，爱死真简单啦！混沌妖魁披个魔镜，前后夹攻杨秀翁。杨秀翁虽然独行侵攻，可惜无相错住，元气不足，暂出败势了。初邪相魔，披了三阵合璧。杨秀翁变成短命鬼，对杀这等的别人啊！走个两只脚，敢那未算搭高地，沿着为这个洞云峰走来到这个乌树林，走个原来是脚酸手软。顶处为着通天梯，一只个电鹅个要杀我，也好加在我这个暗光好的脑筋未歹，会向走到洞昆峰，才保住一条个性命。即马离开洞昆峰，无人会当保护我。我咧想，这个电鹅个吼，一定也咧找我，我袂使叫我找到，那要走去倒死啊！走个已经无气力了，暂时伫这个树下小个休困一下。勇进跳坠，若要走，唔才有元气，要休困一下。P.O.O. 没怒火，山进山走无路。吼，八度的家棍，人咧讲吼，妖怪贪水水，一食了苦的就堆堆，很朋友结婚。也好心叫咱去学写，咱想讲哦，迄鸟你拢未歹，迄落传咧伫吞吞进咧好好，用枪拍成食伤尖，规个巴肚上咧滚到，来到家吼，我全部所在，全部所在通通咧，怎么样呐？遐尼即个路中唔多吼，等下若落雨，遐个小内呢还能上桌，安尼嘛唔是办法。嗯，哎呦，再过一下暗光。哦，真大卡！那只卡暗光我真水呢。嗯，路边那有暗光哈，嗯，这都奇怪。阿麦想认真啦，哎呦呀，哎呦，不多管咧听啊，哈啊，唔多麦。大只的暗光来解方便，卖你路中，嗯，对对对，无人看，赶紧的收你妈暗光来方便。哦我叫暗光佛，拄只个暗光就是我。我唔敢啦，我唔敢啦。遐你都知吼，人有三不变，要么拄到八度的家棍，遐想讲你路中吼，安尼无卫生，唔只吼，哦你都多多海涵啦。唉，我这个暗光佛的运命可能行到某日，为啥有那真歹运？要有人要抬我，也偏偏走来这里休困，又搁拄到你。是啥物台呢？讲互你听，敢有较准？莫安尼啦，咱今日吼会当你即个乌想拿同个拄着，安尼就是表示有缘啊。要有缘就是朋友，要朋友有啥困难，应该讲出来，大家互相做参考。你唔通看我安尼呢？无一定吼，我会当替你解决嘛，无一定。好啦，反正满腹个怨言无底吞吐，讲互你听嘛是无啥要紧。也就安尼啦，有一个吼小齐天的教主，电鹅甲要杀我，我吓呀！
那等我阿妹看你吼，你稳走无路诶。暗公分啊，一想那阵电话我，那有咩睇呢？一时闹心讲呢，那有咩睇呢？也得为着这个志工哈，已经南京通天锤啦。通天锤，一通天锤，都办法对付这个志工选手。就是啊，嘿，志工选手哦，听讲风评未歹呢，专门咧助人救生，这个人哦未使死呢，也未使死，那有啥办法？志工若无死，我暗光佛会生死。安尼喏，我有一个办法绝对赞。你有啥办法？你敢毋是讲这个电话啊，要爱通天锤？是啊，那说明做一支通天锤可以。通天锤敢会当做？哎呀，你是个真念头呢！我咧想，这个电话啊，一定毋捌看过通天锤。对啊，伊毋捌看过通天锤。安尼就真简单啦、啊。我对这个火药真有研究，唔就卖。我做一支通天锤，你拿去我这个电话啊。你要做一支通天锤？是啊，我内底吼用火药甲只毒针，安尼装装的。你拿去我电话啊，电话啊，卖讲红啊变白，那是去讲着红啊，嘿嘿，规支锤拢爆炸，伊就爱死为天下毒害。哼、这个办法未歹，一旦是那用不过。用魔鬼都死路一条，哈！啊，免惊啦，一定用会过啦，我甲你保证啦，来啦来啦，来去做万针火攻锤。紧张紧张紧张，这风云要猛进，主动切上李魂脱皮，因两老这处办法拄着这两苗活死人猫。另外说明。混沌妖怪披个魔晶，雷贯小魔神小布昆冈第三郎，已经飞到境外仙境，精彩精彩精彩，请看精彩续集，霹雳对霹雳，闪电震闪电，真假济公。